看你要哪个啊？啊，十块一。大家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大家看这里，看这里。我女朋友说了，只要我卖完这些花，她就答应嫁给我。乔秘书，你们什么时候发展到这一步啊？顾毅，干嘛呀？我女朋友说了，只要我卖完这些花，她就答应嫁给我。兄弟，陆勇啊，给我来一束，来这里这里，哎，来来来，来这边这边，来来来，看看这这这，扫码，这个可以吗？我拿两束，那好，扫一下码，扫一下码啊，这边，来一束来一束，来，给你给你，顾毅，扫码在这边啊，给，扫码在这边，梅花，来来来，在这边扫码，这边扫码，这边这边，哎，这是你的，拿好，给您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好，五块。十块，扫码了，扫码，就像你还是吧？哦，这个啊，好，十块，那边扫码，来，哎，记得扫码啊，扫扫扫，这边这边，来来来，那边扫，兄弟，你的花，什么时候求婚啊？花都买完了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值了，乔静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答应他们，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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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a ha ha!